帅气啊，后来虽然榜一叫嘛吼，来做一个摊位摊牌，然后后边紧跟着吼，就是咱可爱又帅气，肩膀上背着一只南瓜耳的太子元帅啊，来，我的老朋友，来养平安城，来养。对，现在。想要的朋友把手举高，双手举好悬啊！伊才看会着你啊！双手举好悬，互咱金银财宝看袂完。太子二楼，太子二楼，二楼那边有人在向你招手。太子二楼，后面你后面。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高粱酒味，那个高粱酒味真的蛮浓的。
等一下，我随机找人灌酒，哎，这是你的槟榔酒，你丢我屁哦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，五零五分米。来放杯，放下我机会哦，得到了最龙想出的青睐哦。好，现在呢是我们的主委。啊，主委！他们在讲悄悄话，他们讲悄悄话。悄悄话，好。想输公你的偏爱太短期啊！其实啊，济公禅师啊，人家说吼，伊的酒就甜了，啊，佮健康阿是啊，哎，是有个甜有个胖啊，是。哇，你看啊，板桥马兰街，甲十位员哦，诸位将这群人哦，真的非常有福气。俺取得俺新疆龙的功，俺这功想输的俺速就速哦，速平安。太多碗水晶，这功想输。恭喜啊，谢谢。